天也约谈原百以及寰宇公司国泰产险，那在我们的要求之下，达成了共同的结论 A13 的保龄事件有包含在原百的保单理赔范围之内。第四，我们所掌握的91笔消费记录，目前也都已经上传，所以也再次的呼吁，民众可以比对，如果有在这段期间到保龄用餐，那有身体不适，即刻的跟我们联系，或者是到医疗院所就医，然后即刻的通报。接下来，关于财罚的部分，我们第一，卫生局针对保龄在第一时间并没有如实的告知有另外一家分店，我们依法裁罚50万。第二，关于没有保险的部分，我们裁罚200万，总共250万依法开罚。另外，卫生局也已经成立专家学者小组，在组成过程我们再联系，所以会包括感染、食安以及毒物领域的专家。另外，今天我们也已经启动，从3月24号，我们即刻去现场稽查；25号第二次稽查，到26号协同中央去稽查。我们对于全市所有的百货卖场全面专案的稽查。另外，我们在这一次整个时序过程当中，3月24号在新北市个案开案之后，通知中央以及台北市政府一个共同的平台，那获知这个讯息，台北市政府即刻到现场去做稽查，隔天也将稽查的结果上传给中央。那在26号，我们接获了医疗院所通知有3个案例，同时中央也在26号认定是依照中央定的标准规定，符合食物中毒，所以目前的时序都非常的清楚。所以接下来请卫生局就更细节的部分最新进度来向大家报告。好，各位市民朋友还有记者朋友先生大家好，那谢市长，那刚才市长把那个我们相关的作为还有目前的进展已经做一个说明，那我这边再进一步的补充。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目前在我们台北市医疗院所大概目前这14个案例的一个状况。好，那诚如刚才大家知道的，我们新增加了3个案例，那这个3个案例分别在马偕医院、星光医院以及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这3家医院的门诊或急诊去就诊。那主要的表现的症状不外乎是他们曾经有过这个相关的分店的一个饮食的事，然后再加上他们有一些肠胃道疲倦等等的症状，所以到这3个医疗院所去就医。那经过医生的评估、抽血或者是病史询问、身体检查之后，初步的虽然有做通报，但是还可以请病人回去家里休养，也就是还不达到需要进一步住院，不过是请病人回家密切的观察。那额外补充一下，目前在本市还是有4位目前在加护病房中密切的观察跟急救当中。那特别是某一位目前除了肝肾衰竭以外，脑部也产生了病变，所以呢看起来这4个案例在加护病房中都有持续的恶化的情况。不过我想医疗团队正竭尽一切的努力在抢救当中。那另外一个比较正向的消息是三军总医院这一位住院的病人，那目前他的一些指标一些指数往正面的方向来发展，那我们也是恳请院方能够继续的密切观察跟回报。那刚才市长已经有提到，昨天我们已经把整个台北市36家医疗院所里面住院有肝肾衰竭、代谢性酸中毒跟败血性休克的案例在加护病房中
找不到诊断哦，还不确定原因的，通通捞过一遍哦。那我们很确定哦，这个36家医疗院所在一个小时内都跟卫生局回报，目前没有疑似这一类的案例在医院当中哦。那当然就回到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如果在一般在民众在3月17号到3月26号有曾经到各店哦去使用过相关的食材，然后呢有恶心、呕吐、疲倦、肠胃道不适的症状，紧速来就医哦，由我们医疗团队来提供最好的医疗照护哦。好，那针对大概昨天我想再做一次更清楚的说明，就是有关这个龟鸭寮河粉哦，它的上游厂商大阪城是在新北市哦，那在本市哦有一个中盘商叫做红旗哦。那这个红旗下游有5个小吃店哈，那目前都已经没有在供货，所以这些可能疑似的这些食材已经没有在市场上流通了哈，这一点市民朋友可以稍稍的放心。那红旗呢，只是新北大阪城在台北市的一个中盘商哈，我在此说明哈。那本局呢，接下来的策进作为哈，那包括说，我们的检验量的提升哈，我们在今天的密集的会议里面已经有提到哈，我们台北市卫生局我们也会即刻哈跟台大医院哈跟台北荣总哈一起看来采购这个所谓的检验的标准品哈，那希望能够在最快的速度哈，以最先进的跟2家医学中心同步哈，我们看看能不能采购到最快的一个标准品，然后提升我们的检验量能哈，来加惠我们的市民哈。那当刚才有提到，市长明确指出，我们接下来会有3大领域的专家学者已经在联系当中，准备在下礼拜最快的时间召开专家会议。专家会议主要的目的，我们是要来讨论，既然昨天卫福部已经有在病理解剖的血液当中有抽到相关的毒素吼，那我们可能针对这毒素，在这个所谓的使用上吼遇到的市民朋友怎么样来避免？好，那我们的流程上是否有精进的地方，或者是未来是不是我们可以多做什么？他都台北市长周马安开记者会表示，针对保龄公司无保险、资料无确实的开发250班。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尽善尽美，尽好新闻。